今天我跟爸爸去买了 Footballers。我 Yellow, Blue, Red。这是杯子，这是棍儿，这是水果，这是牛奶，这是另外一个容器，这是打碎机，这是碗，这是我的朋友赛博。我们要用这些材料来做 popsicles。好呀，孩子，现在粮食我们先把它给冻起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冻啊。Yellow, red, blue, popsicles。你说耶？耶 ！Yellow and red become orange。吃饭。